摄像头让你吃了吗？下棋也要开摄像头，我啥时候说我要开摄像头了？不懂吗？这本直播间的主要原则、基本规则，不开摄像头是常态，开了才是很奇怪，知道吗？那是特例。洗头了还不开，洗头了就得给你开是吧？你怎么不让刘青松开呢？刘青松也洗头了，你们怎么不让刘青松开呢？行吧，开一个。嗯，有了吧？哎，难伺候。开个美颜吧，今天尝试一下开一下美颜。美白100，磨皮100，瘦脸100，大眼100，瘦身100。开个甜美滤镜100，来个美妆。少女粉100，焦糖棕100，牛奶粉100，立体感100。等一下，等我拿几张牌，开大一点。我先看一下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怪物。全都开满了，这次从0变到100。怎么拉不起来啊这个。哎。这个还挺有意思的，我只能说。把这个美妆关了。不化妆的我们。试试兔耳朵，特效下载失败，请重试。就这样吧，已经够外星了，感觉没那味儿，不够外星人。说实话，没那味儿，不够，那味儿不够，不好看、啊。下巴不够长，眼睛要大，下巴要尖。可是大爷已经开到。瘦脸磨皮美白，瘦神关了吧？应该瘦神关了，应该就够外星人了吧？来，把这个开大一点，现场调。这大爷真是顶，这是100，有区别吗？这是瘦脸，0到100，磨皮0到100。美白0到100，这美白感觉不用开，美白关着就行。可以了，兄弟们，眼镜也要摘吗？眼镜摘了是什么意思？眼镜摘了是什么意思？看不清楚。这是什么脑残发型？真看不清楚，兄弟们。眼睛摘了就看不清了呀。